来来啊，阿哥，开始啊！哎，这个阿哥啊吼，我看卖，这个我记得啊，这个这关来了，听不到名啊。坚决不要用，坚决来保护掉，好吗？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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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这不对了哈，这不对了，高恶性度、低恶性，你看那边了哈，哦，间歇性瘫痪啊，高恶性度不好的细胞型，与雌激素无关，无关了哈，哦，这无关，啊，这边发现年老的或肥胖的病人，哦，哎，这个实在的，我先吗？下次，哦，第二型的。慢点来，慢点来，反正你就会记你讲，这种，来讲讲减肥这是交荷尔蒙较有关系，啊，这种的，我较了解，搁会讲一个减肥这个故事啦，嘿，嘿，啊，另外一种就是交，可能交年龄有关系啦，吼，就是。年纪大诶人，有诶人吼，有诶人叫大肠癌啊，有诶人叫肺癌啦吼，吼，大肠啊，啊，像这查某诶卵巢癌啊，吼，子宫内膜癌啊，吼，这，啊你若是，头拄啊有一个同学讲诶子宫颈癌是安怎诶，即卖会较少。哦，啥物讲呢？因为台湾的公共卫生做了袂歹，啊，所以迄个卫生所的护士吼，吼、哦，你有感觉感觉足烦的，吼、哦，卫生所护士感觉足烦的，好，啊，我毋过，我感觉做伊台，伊对台湾的公共卫生对个绝对有贡献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迄、那个那阮遐，阮遐医疗的，我叫阮医疗的迄个卫生所的护士。我是无去验，反正我每日拢有来，一来有病有来来看吼，我今日来就了，我感觉因足伟大啦，吼，迄个足健康吼，啊，拢去去咧保持啊，所以足济病是因为因，安尼锲而不舍去来养出来，吼，啊，咱台湾的公共卫生做了有好处，其实比较卫生所服务来个啦，吼，啊，卫生所服务。用一个任务的是去甲大家甲看出来，看内面做目标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台湾因为这目标大家拢较接受，吼、哦，啊做了较普遍，所以足济人伊无得他注定差不多成年的当后，会因为子宫颈癌做消炎，因为即卖。这个模片，所以每个人是作啥，还袂够癌症的，就敢若细胞一点病变，尔就处理掉，就爱简单甲切掉，还是甲烧烧的，这个祸害吼，啊，这个悲剧爱就无去啊，消失无期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即摆子宫颈癌变得足少是安，因为台湾的公共卫生做了较好，模片做了好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遐个。现在子宫颈癌获选人，那么就早的叫他看出来，好、哦，诶，啊，今嘛个有人个注意的子宫颈癌疫苗，疫苗是干啥？会更少嘛？哦，啊，子宫内膜癌这个是一部分是跟年龄有关的，啊，一部分就是因为咱的饮食吼，较希望吼，啊，迄。食了较油的啊，炸鸡啦，啥物货啦吼，所以即摆囡仔做外口，我看吼，伊这样，吼啊，大大颗，吼啊啊，肥肥个落来啊，是确实足足容易，足容易吼，还是讲内膜的，吼，直接增加了。嘿，啊这吼，这个表就是人统计出来啊，吼、哦，
咱讲结出来讲啊，你若有啥物因素吼，啊，着提方向来提机会啦吼。即公共卫生的人吼，爱做这种吼，即啥物子宫内膜增生啦吼，就是我阿母啊讲的迄个患者啊，讲啊水足济迄个吼，啊，伊着是一种增生。本来是一种增生，啊尾啊，最后的答案是讲伊就无去迄个，吼，就是种规划比较少。我发现有些。不点头的爱爱，就是啦，就不点头就爱怎样啊？哦，三十岁，哦，阿肥胖，我的风，你的标准体重给我的风，我的风，十几公斤啦吼，哦，就讲你的标准体重啊，我的风给你啦，七十几公斤，就是几月的，就是三十岁，就我的分了，就是讲，肥胖啊，实际体重，唔过实际是脑容量指数就没啦，我来降低啦，所以。避孕药，少年囡仔吼，少年啊，啊咧食避孕药，吼，啊是讲肥人肥经较袂出来吼，吼，肥四十几岁啊吼，肥经较袂出来，第二个，即食避孕药都较危险啦，吼，啊咧你若食避孕药，变做子宫内膜，哎，也少，其实若讲体质会好诶，其实子宫迄个食避孕药以外性物中。最大的坏处了，那你癌症哪样东西？哦，包括补充各种最大的副作用，哦，普通癌症其实我都不相信了，我相信的是肥胖，你看老婆了，荷尔蒙的补充，啊，你讲荷尔蒙，它一靠一靠不住，心情也差不多，你看癌症里面，那个老婆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太容易水自由。膝盖劳力筋骨啊，对，它不怕。好啊，对，他来回。哎，大家，我想这边会上卖货，是讲，你只讲一个人要变派吼，一个人要变派，常常拢一步一步来啦，啊，只讲内膜癌啦，其实也安尼啦。哦，啊，迄种少年啊，迄个是一步一步做明显的，哦，这个阶段停留的时间较久，这个阶段变阶段变个时间较久，哦，啊，迄种较恶的，迄种就是这个阶段，不紧的就迄种就是啊，迄种就是那个，安尼啦吼，啊所以头过讲的种是抗衰老的，哦，就是这样吼，而且我想吼，无。我需要花太多了，今天已经靠水了啦，已经等到这里不换水了。好，那你们都有那个子宫内膜癌，大概有这印象吗？下面那买一点，然后那买一点，哦，那下面那里长长的，然后那里，哇，年纪大了太容易得癌症了哈。啊，治疗的症状，不管我只能出血了哈，我刚刚出血，不正常的出血，哦。啊，点这其他呀，分泌物这呀，少见啦，不多见啦吼。啊，到当下是出血加分泌物起来啦，哦，他发现的，然后发现的，无该来出血，还有提高出血，尤其是一点偏见啊，莫名其妙个咧登网课，哦，为人看超咧，我上网课一开始做查甫人啊，哦，就他们讲啦，刚才，哎，啊。就讲伊开始做查甫人个吼，哎，如果开始你来，你看囡仔个听有个吼，讲做查甫人，啊，就是袂经煞啊，嘿，哦，啊，我有当时啊，搁一个，搁一个，我们啥物人知影叫做环球？环球，敢捌听未？啊，啥物？啊，环球公司叫咱。不，为人关节为七十几岁啊，伊讲伊毋捌听过啊，从来没有听过啊。嘛，迄种古代民俗啦，哦，古代民俗啦，诶，讲古代啦，古代啦，诶，你看咱，咱草地哦，有一个叫做长水哦，啊，长水咱那些讲咧。
脏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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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，我现在，咱的台语啦，这种闽南语啦，吼，闽南语，啊，作的是播音啦，啊，唔同样，讲迄个闽南语是重调的功夫啦。哦，关东语，唔知啊，这个唔知啊，这是一个新来老师讲的啦。到底是一定唔知讲咩啊？吼，啊，不过漳水这个物件，我想应该可以啦。水是属于这个嘛，说嘛，哦，泸州说立风，哦，迄东调就是说嘛，啊，漳的。啊，马英，他等下有时间，大家快去安搞搞搞。不，因为我是最近在看书吼，在看吼吼，哎，自己念起来个心酸，嘿，那第二点，阿你阿个会开始说哦，阿个来当水，哎，那边，哦，啊，今嘛知影讲有无正常做滴看医生嘛，啊，医生一定甲你问讲啊，你啥物问题啊，啊，出血啊，或者出血啊。啊，我父啊，我伊平平啊，吼，啊，出袂，吼，佮开始做查甫人啊，吼，唔对啊，吼，这平平了，查甫人佮做查甫人唔对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大部分医生吼就检查咧，我想，查甫啊，你话叫我检查，检查，吼，检查就先，一打开迄个药水，我水就滚出来，吼，嘿，啊，我咧。啊，尾下我咪讲，我知影讲，陈大夫啊，交八公分，知呾？超音波，超音波，哦，伫台湾超音波伫五三科已经会诊断，啊，所以在座，若是去体力看五三科，大概规门诊甲诊断差不多一届左右，哦，啊，像较早。来，我进来时阵，诶，嘛差不多一工就做了，不过做超音波诶，是建议伊头顶着别人做，吼、哦，即中间着搁有两三，我诶判断，我认为讲，我咧猜讲，啊，进来我要看诶物件，大家都先怎样，我无可能嘛，搁先去看，别人看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搁差一层，安尼也是伫美国，对嘛？听听讲尔，诶，我无伫美国生活，我毋知。你今麦今仔来，我来开电话，开电话，哦，啊好的是，哦，去放射科，放射科来面，放射科伫咧做啥科啊？来做做。啊，听说更加惨的是，你今仔是基地，基地病医只诊断，哦，啊，已经甲你开电话讲，啊，你啥时阵你去新楼遐做啥科？哦，所以伫美国咧看病哦。听说啦，作业，吼，你袂一个都市吼，你今仔日，咱在南市对不对？吼，即摆是在南市，你今仔日是两看面，明仔载可能爱去健康做检查，吼，啊后日后日迄个去新楼要做啥物检查，吼，啊来了，甲去转来先迄个里面医院遐，互医生去甲你做最后判断。哦，迄当只中间会有误差，所以你台湾看病遐个做方便好些，品质伫某一方面来讲就较好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头拄我讲个讲，哎，病史爱问嘛，吼、哦，啊，第二个就是检查嘛，你会先安尼看一下，吼、哦，超音波，对对对，啊，再来，我看来我有交，我有检查，检查讲来我有个，我一定爱来我。血管物件去送检查，哦，啊，较早的话拢是爱考主张，哦，啊，考主张，你考你爱去几多人啊？你即马今仔日问题可能啊，你明仔载来迄个几多人？我会去拍去，啊，考考的，送化验，哦，啊就，哎，哦，这是全部啦，哦，哦。啊，我即摆大部分的时阵唔免麻醉啊，啊免去开了嘛，你先安排一届就做了啦，就从一条讲啊，而且一条讲啊，
八百多人，哎，他的成绩也有你以往也不一样，也从那来摸啊，他数出来，他数出来有一点半多啊，我给你做一块，哎，最近来拜一看，拜五，我拜三，哎，啊，当然这无像用口的哈灵啊准啊，啊，不过节省病人的时间。人力物力都不要少些，啊，没麻烦。我这样子该转播下过来都好，啊，美丽的化疗，啊，都讲拢是情况对吧？啊，这样转播比较顺。你呐，爱个丢皮的方面吼，如果你有，你有情况，我大概都。啊，大家可能唔知啊，疫情开始疫情了，就，啊，这不要紧，好，诶，所以。这已经买了比较经典了哦，咱去点播，咱去接触个可能性，所以我几乎清一色拢安尼做，哦，清一色拢安尼做，哦，啊，我头拄啊讲个迄个少年啊，伊咧讲，伊咧讲阮同厝个太太个上面有迄个离婚性行为嘛，所以免啦，麻烦，麻烦。你个规样嘛，朋友们，好来，诶，我用传播看一看，我用传播一看，库布山会较歹看，如果库布山会看，咱看真正高啊，啊，我来甲讲啊，吼，我讲你还袂结婚，无先因为结婚唔对，如果我感觉你是一个讲内幕来，所以我一定要取得这个组织的确定，好，啊，所以啊，麻烦下。稍微用个小的腰腿撑开，好，举上冷冻切片，举上，哦，按键往下那个举上上出来，我们叫子宫内膜癌啊，哦，啊所以子宫内膜癌呢，比较，哦，所以已经不到三十岁子宫很治疗了，哦，啊这个那个，我那是中热卵巢癌，所以这个往下讲啊，子宫内膜癌。少年啊哦，已经转移到卵巢，嗯，好，卵巢，安心做两种啊，会晓用的，咱今麦搁挂嘞，今麦搁挂嘞啊，哦，今麦讲这一单下来啊，可以用于各用设备车来治病，已经放了，我是怪三已经放了嘛，用今麦来一单来治，今麦搁挂，一单，好。啊，所以虽然咧已经造出来了，这算第几期？哎，来挂嘞！啊，哎，啊，回来咯！啊，我子宫颈膜片都要做，你还都无问题，啊，现在这这回来怪罪我，好像我被折了，因为我子宫内那个哦，唔是安尼啦。子宫颈的膜片，刚才在接那子宫颈的啊，哎，国外问题你刚才在了，就你刚才也是你个问题，无检查就是应该。有当时啊，检查子宫颈膜片是两几条，子宫内膜癌，十度过，五个生理都有，啊，无检查了是应该啊，哎，正常啊，哦。啊，那个我想咧，大家差不多清楚啦吼。大部分的子宫内膜癌，吼、哦，就像咱这人有波人、美人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有迄个白人，咱这是黄种人嘛吼，就安尼嘛，吼、哦，咱黄种人可能较善良一点嘛吼，吼、哦，啊白种人较可恶啊吼，袂平常，啊就听咧，子宫。内膜癌嘛，安尼讲嘛，吼、哦，胃较恶，胃较杂恶，啊，大部分人较不恶，咁嘛，怎样？大部分拢正常啊嘛。你讲湖南、湄南，啊，大部分湖南、湄南嘛拢正常命，吼，啊，咱这南方大部分拢正常，吼，就是这种子宫内膜样的子宫内膜癌，就是讲液型，吼、哦，够比较人性啊，像咱南方啊，这南够比较人性，啊，这些子宫内膜癌，哎、欸，这个还可以看得出来。有一点啊，子宫内膜正常子宫内膜的样子，还看得出来，迄、那个瘤瘤的，可以是癌症，吼、哦，啊，这胃这种的，还是这种的，哦，这两种做法非常歹，这种的
一发生的时候，叮叮，一发生的叮叮，都会被误以为是卵巢癌，比你都早期啊，对吧？这反正病人不敢发现，啊，发现拢头动作卵巢癌处理啊，那个，规个巴肚拢水啊，规个好啊，哦，啊，这种，可以的，亮细胞，亮细胞，哎，好像光亮可以的这个字好像是好字哦，你都比。癌症啊，你这个是坏事，很烂的事。我的子宫内膜癌一种早期的，第一期的，讲咱两个发现这种病，然后你跟你子宫腔内，哦，弄出大的出血啊啊啊，不晓得发现，哦，唯一的病人死掉了，唯一的病人在早期发现，阿贵的干嘛？你干嘛我忘记了出血啊？这个可能会有交流，有情况，哎，那重大的早期啊。哦，啊，不过大部分拢是做人来，所以恁对嘛？哦，我只是讲，从头尾讲，迄已经第三期，已经走出去卵巢啊，是活的。啊，我手中的 case 甲唔止这个尔，我听你讲是患这个 case。嘿，啊，佮有其他个啦哦，那嘛十块嘛，就是迄个肌肉层内面，迄个等于我差不多有一张照片，边仔这个，迄个呾上嘛是肾坏，患肾坏啦。啊，迄个呾参考嘛，做白个，做白个死掉啦。因为我手中个 case 在我拢听，你个阿当当个拢听，即马有几个人个，包括迄个肾坏，两个，嗯，有差不多正十个 case 啦，那什么，那个复杂个事情呢？啊，即个我即马迄个病院大个。大里面个是，本来迄个是种变形啦，就是讲，咱有黑人、有白人，有迄个白人是，就是讲，啊大洋洲遐人，啊比较棕色个吼，人较少，遐白较少个，啊我较恶个就个，较歹个就个。嘿啊，迄个子宫内膜癌。你甲囥久，伊来一直食，一直食，一直出去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大部分拢是食食食食食，吼、哦，啊，有阵仔食淋巴管，啊，沿着淋巴管啊，一直一直，大部分沿着淋巴管，淋巴转移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你嘛，一个癌症一食，又可以食呐，安尼食食食，胃边仔出去，边仔沿淋巴坐，吼、哦，啊，有可能胃只胃仔起哩，啊，顶管沿淋巴坐，吼、哦。啊，可能贵个卡车，诶、欸，我迄、那个伫即摆有一个患者，面部九十九厘，有伊开个患者，啊，拢好势好势啊。啊，最近甲你走一个领导遐，有一点仔腐化，啊，我讲无紧啊，迄腐化有可能是开到迄阵血细胞破来，啊是安怎？会点点点点点，吼，这是无紧。虽然是腐化，有个点点点，好个，吼。啊，我嘛有一个患者，发生个就比较足厉害啊。啊，迄个患者少年阵就车祸，头壳脑已经向边了一半个，啊，所以即摆袂讲话，拢因带安阳公司。啊，因妈妈时间到，甲因大姐三个月到，啊，甲我来看一下。啊，看了，这个头先去安阳中心，啊，迄患者因为袂讲话嘛，啊，袂讲话，发生个运作严重嘛，啊，我开一盖，开了，有做看了后个情况，吼，迄运作严重啊，吼，啊，开了，我迄阵我嘛无想讲，买好个机会嘛，有人个，我嘛无做严重，啊，开开个，差不多计差不多两三百。哎、欸，拢袂讲话啊！啊，所以嘛，只伊敢那硬发出声音，啊，有只讲因在观察讲，哎，那伊那像伫遐直直咧说遐，说八卦一个所在，你看，真正去一条出来，得亏，差不多两单左右吧，得亏，全部出条灯啊，出条就无，出条，了，迄个都出得，你起码几个单呢？看下我来听呢，哎，阿、啊、威。子宫内膜癌虽然，我讲个，
看起来有一些确实无遐尔难学啦，无学得遐尔难个，所以较紧看咧，较紧注意吼，啊，即使有出题慢慢听，吼、哦，出题当然较歹啦，吼，啊，不过嘛是特别学生拢都了了拢挂个，啊，有阵就安尼转移啦吼，经由血液会。那些会经是了解一段时间才讲弱化，弱化。有差不多我讲来讲，我有十个，差不多十个玩家，起码五年初就要跟别人分开。对，来买啊，十公嘛，你当做买子宫肌肉的癌症，哎，一种的情况就是讲血液癌，出血了，为血液出血，所以到尾一种，两种，哦，一种，一种就好啦。啊，这种迄个线。腺癌的这种的，哦，这种子宫内膜癌，一般是用人工淋巴结的，哦，咱头拄仔讲的讲癌症啊，癌症，子宫内膜癌问题，发现是癌胚，哦，胚胚，哦，胚胚的癌胚，哦，啊，胚的目的，是要知影讲进展到啥物地步啊，啥物细胞。形态吼，现在还没做。哦，啊，即摆大部分的癌症吼，大部分拢会开的，开啦，开开的了，还是会切除啦。哦，啊，子宫颈癌，大部分子宫颈癌大部分叫做临床定型啦，临床就是会不开嘛，子宫颈癌会不开，你也是胰岛炎啦吼，非洲啦，而家多地区的啦吼，就会多很多。啊，就那个可能已经用到后面去，啊，所以他先进的国家那个子宫颈癌就是，所以因看不到这切除治疗，该讲啊，这个病进展是安怎？啊，那像迄个卵巢癌啦，吼，啊，是迄个子宫内膜癌，这较进步国家就多啊。啊，所以因的态度贵了贵，啊，贵了要变起诉，啊，来跟进起诉，看进展到啥物地步，按照。按照规定办理的对啦，吼、哦，按照规定办理的吼、哦，啊，即摆现在话拢是进入上海啊，所谓的 surgical stage 就是来，无开开刀较无风险的，就是讲，就可以了解先，吼、哦，啊，另外，第二个就是，吼、哦，一期上子宫肌肉的一半，一期下子宫肌肉的超过一半。哦，啊，原则上拢阁是子宫内面。啊，第二期个就是是子宫内面，唔过伊个子宫颈遮，吼、哦，子宫颈遮。第三期，吼、哦，叫做 A、B、C 啦，吼、哦，或是已经 A 就讲已经出来子宫啊，超过子宫啊，还是边啊，吼，还是伫阴道，还是伫淋巴结。哦，哦 ，A、B、C， 反正，我会建议，就是，我讲咧开子宫内膜癌，就是安那开，就是讲相同十八掌哦，每一掌全部把它打好就是了。哦，哦 ，M 是迄、那个周星驰咧演的萧敬腾，哦，他的相同十八掌，每一掌全部把它打完，就是这个上面，啊、哦。好，就像今天这个，这个你的东西回去了，这个费用在电脑上面我拍啊，我忘记了，等下来看那个就是放上去，好、哦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在开卵巢癌的啊，就是迄个脏腑器已经在讲，啊、哦，哦，因那个，迄、那个五脏的那个子宫叫卵脏三宫，叫五脏生六脏哦，哦。卵巢癌咧开就是真正无一个迄个固定的方式啦，见招拆招。子宫内膜癌啊，是甲子宫颈癌都有一定的招数去拍，吼、哦，尤其是子宫颈癌，吼、哦，迄是做标准的一步一步。子宫颈癌也比较轻啦，所以我头话讲咧，迄个子宫颈癌开就是一个三个中心的手术。你若不要开，你讲你都要开刀，我不相信啦。
吼、哦，啊，子宫内膜癌无遐尼啊深，就是你一波一波照呢，十八枪啊，十八掌啊，全部每掌把它打完，你注射外不要变，全部把它打完就对了。好、哦，啊，子宫颈癌不是啊，你不止爱趴下去，注射爱个去，哦，啊，子宫内膜癌它不要困难、啊，哎、欸。哦，他就是安尼，哦，然后，咱会照迄个出来看到底开了啊，哦，然后咱给你报着，给你报着出来，就一个指数就出来，哦，哦，看这个病伊个进展到啥物地步啊，唔过大部分人比起来，我看是拢是比起来，较容易的迄种较晚的是，要么就是做恶的。哦，啊，要么就是胸壁处，眼看医生，但拢是种嘛，眼看医生，你上头多少你那个，那个眼睛是闭着的，但是眼看医生那一般，我感觉都没了。嘿，啊，有一寡较高风险的患者，要再进一步处理，啊，进一步处理，原则上，那个。放射线治疗，食到较深的，搁离这个局部的，吼、哦，就是较深嘛，一直深深深深深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对嘛？电疗的，你讲放血少啦，放血较少点，就对啊吼。啊，化疗就是注射，电疗电袂了啥物啊？已经出来，我讲你淋巴结，你若叫去你淋巴结，那类似讲。哦，警察咧抓犯人，吼、哦，你当然是，哦，你犯人敢那个，当甲规条个，要抓就好抓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你若叫伊迄个走去高速公路，吼、哦，伊就无袂走，你就歹抓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咱咧在开刀个时阵咧打那个降龙十八掌，吼、哦，降龙十八掌就是安尼，其中一个就是淋巴结就清嘛，哎，淋巴结我讲互患者听，有闲听无讲？啊，就是讲，去迄个休息站啊，休息站，咱那就是高速公路的淋巴结，那就是淋巴结那个，迄个休息站哦，大概休息站去甲叠叠起来，串串起来，吼、哦，去看，看下有无吼、哦，啊，所以，会根据安尼安怎去看，吼、哦，啊，看了，那淋巴结一定够走出来，淋巴结有啊，啊，休息站有啊，就代表讲，即个整个高速公路顶嘛。啊！你干哪样？你干哪点？我可以。所以干哪？主动去啦，化学治疗，打人生。因为有可能咧，已经随迄、那个随着咱这淋巴管，不但已经造成血流来边啊，这病情啊，无袂少啊。哦，这一定爱做迄个化学治疗药啊，来处。好好好，当然，迄、那个哪已经到这地步，这疾病。变好的机会比走出来去局部来用治疗的效果较快，所以我这种开刀拿好了，这种方法，拿我做治疗就无困难，对，好，搁发达，发达，嘛是咱个好，哦，无像其他癌症遐尼啊，相对啊，吼，相对较无遐恐怖，放射线治疗、化学治疗，啊，搁有像荷尔蒙治疗。荷尔蒙治疗是高剂量的黄体素啦，啊，这个不见得一定有效啦，吼、哦，它反正为极少数有意外的好结果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它就存活于，这大家看到啦，吼、哦，怎么呢？哦，这边十趴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第三期个安尼啊，你看，第三期个安尼，一半哦，一半好哦，第三期是啥物？找出来子宫啊，可能周边拢有啊，还是讲周边的淋巴结有啊，这个是怪啊，你看52%-60%的，哦，嘿，啊所以这个我今天讲的这个癌症相对较无可能啊，哦，你卖去用奇奇怪怪，卖用奇奇怪怪。
ตอนนี้นะมันสะสมมาตอนนี้เนี่ยต่อไปนะครับที่เจอความเจ็บปวดต้องไปเถอะอันเดียวก็ไหนก็อันสอบปวดที่ฝันอาฟีนี่เลยวันผมเจอจะที่นี่เลยทีวีจะไอ้ตั้งกับมันจะต้องไปมาที่ที่แต่วันที่เขาได้ไปโบมาที่ต้องจุดเดิมจุดที่โบอ่ะใครอ่ะก็这个疾病到上面点，我在这上面会改了怎样？所以关键点，我觉得所谓的流程啊，这些步骤都快点上面。好，快点上面的这上面见到才找。好，我后边在我后头有一个空啊，你那空好像改了位置。这个是已经可以上课了，然后你快点安尼，一二三，对空安，这个地表，二三四，这个地表，我叫什么安尼啦？即马咧其实拢袂，拢唔是讲哦，我要做安尼，随在我做诶，是我伊就唔是安尼啦，唔是讲随在医生诶意思啦。即我昨交迄朋友咧讲，即马市场面头已经进入变到即个地步吼，足侪代志都有一定诶章法咧做，你讲即个病爱安怎治疗，大部分人拢知影，只是讲互你治疗诶人会讲伊啊。像开刀，用这个病爱安尼开，开的步数安怎？像讲十八掌、每一掌安怎拍？有的人拍出来都无力啊，有的人拍出来就做有力啊，这才是医生的公平啊，就是会当有变化的只。若讲迄个要安怎拍，全部拢有啊，即摆就是全部大家拢有啊，每一掌拢有啊。大部分的癌症弄不弄，啊，基本上盖在以前都已经不可以了，已经都变成了，赶快的规划，每个人拍出来我干嘛？大师兄拍出来，靠高啦，同样拢是迄个啊小师弟去干拍的，更拍出来啊，大师兄就别个干拍的，就是安尼啊，我老早我变讲一个故事。迄是我差不多，我讲我做跟住老板，呵呵，三年半，我到这已经这主治医师都老过来，到民国87年吧，还有就一个老家，一个老家家里底色火熟。伊是嘛，伊无做护士啦，伊是护理读护理，啊，一直到咧做帮忙就对啦，领导咧帮忙领导的事业，伊家己是护理出身的，细个啦，我捌伊就足固执，非常固执，伊就是像头拄我讲的。你三十几岁，我八年三十几岁，就是一种 everyday， 就是有一间，因为，我，因为我迄阵已经来，咱个正礼拜啦，遐个住院医师吼，有代志吼，较敢大讲啦吼，无伊哩回医生吼，吼，派头好多吼。所以其他医生我唔敢，下面的医生有代志吼，大家唔敢讲伊吼。有一个患者，就是这个患者，伊去那总医师去看，看完了，等下来讲，感觉是癌症造成的，贫血都严重，贫血啦，贫血都严重啦，这个我那医生去甲看，甲看了。他认为，这个应该是卵巢啊，子宫内膜癌，他讲，我说子宫内膜癌，你看安怎诊断嘛，诊断，伊起码来这个做一寡检查出来，真正是子宫内膜癌，子宫内膜癌怎么办？你知道？少年啊嘛，三十几岁，你就三十几，一个我差不多两三岁吧。
啊，我一直听讲，你就到八十六年、八十七年了，啊，我都嘛三十几岁，嘿，啊，迄、那个即嘛真乱台行，确定一一直听话，一直听话，一直听。啊，我那以前的一家同安在一个，啊，这边我们那个年轻的中医师，一个人不会做事的，啊，迄、那个。奶奶过来啦，奶奶过来叫我们讲，吼、哦，这个人不够固执的吼，很固执啦。啊，真正头前头前有一个一个坑吼，伊就真正想要跳落去了。哎，啊，我来讲说，有阵奶奶也讲看下，再讲一次。哎，阿伟啊，吼，过一些交易哦，很终于接受，你的，哦，你的。哦，啊，开刀了，开下来在哪边呢？开的时阵哦，我今麦够有印象，我现在还有印象，那个癌症已经跑出来了，而且是跑在这个旁边叫淋巴结，啊，一条血筋，子宫的动脉，子宫动脉安尼入来，入来这个子宫，只有三粒淋巴结，拢在这里，好吧。哎、啊，我就是在做破出来，哎，那个开起来肉也看很干净啊，不要再引出来了，啊，肉也很干净，哦，啊，迄阵都不较了解的啦，哦，啊，迄阵就是讲，哎，食了做血清，食了看出来，你发现一点有啊，怎么办？接下来一定要治疗，你不治疗，开就白开，哎，啊，所以哦，唔知影的话啦。到生死攸关的年纪的态度的开朗化，那我本来真正足够少的那种，嘿，有态度的话，接受治疗，嘿，啊，接受治疗要一单、两单、三单，安尼才过，嘿，啊，我忘记属于第几年开始的，哦，忘记属于第几年开始，到尾啊，伊，我唔知伊咧创，伊尾啊有去做啥物，我唔知影吼。当下面人真个心情拢变啦，拢变了。伊即摆变啊，足温柔可爱的对啦吼。嘿，啊，足很愿意去帮助别人吼，啊，迄个，啊，然后，我袂记得伊第几年是啊，我是单，迄拢是到了年尾是啦，啊，十月十一月。伊拢报名，看两家面，意外的整间哦，伊上嘛。啊，拄我开始的时阵，我讲，哎、欸，那个，反正发在迄个什么丹麦，听讲伊进口公司是丹迄、那个高雄啊，而丹麦饼，啊，我感觉还好啦，搞个多了，因为丹麦卖掉，刚刚一个一时的心理，哦，都开始都还会跟我解释啦、啊。哦，对啊，然后在这个上面写，然后进来就，哦，最近然后跟你最近哦，就是第几年第几年，所以第一爻，每一单，都能上到第二名，啊，起码都不会挂，起码时间到，哦，一个我来看进来就可能第二名，还得把它再接回来，或者再上面去，啊，反正哦，我又活了一年，哎，啊，到目前已经十几单了。哦，啊，十几单到五年时阵，即马经济不景气嘛，啊，员工已经会有一点那个问题，一个进口饼干的公司，不进口啊，好、哦，一直招来劳工，嘿，啊，结果，那也很不幸啊。那也在那一段时间，第一，迄个嘛是电疗，电疗，啊电疗，当时小便，电疗有帮助电疗的副作用啦，哦，啊当时小便会有点出血，啊，就是偶尔会出血啦，啊伊嘛相当忙碌啊，吼、哦，啊就是去年发现，哦，咱头拄仔讲，啊一转癌症。不稀奇嘛，两个人来看，现在不稀奇。起码一个发生是，哎，
去年来到去年到现在，输尿痛，也癌症，我一开始哦，啊，跟我一个一来广告，啊，我们开始哎哎一个一个卖饼干的哦，因为都已经都进口啊，啊，结果会有。输尿管的癌症啊，不过一改了后都有啊，啊，不会的，改的。前一阵子个鬼改了，好像比一直好了。哦，所以我也来讲讲，即马得一种癌症的人，无啥物个嘛，两种也好像还好啦。哦，啊，像这一些做起来啊，那一些淋巴就出来了。这么大颗，到底当啊？慢慢跌，看差不多还得有一点个病卵巢炎症啊，慢慢就坏了。哎，整个这下回那跟荷尔蒙有关的癌症，预后都比较慢。哎，啊，所以我这个风险，这风险是讲，我不太相信荷尔蒙会致癌。哦，会致癌啊，吃荷尔蒙会致癌。跟乳癌比较有关系，可能啊吼，黄体素，哦，可能是黄体素啊，会致。可是我相信像乳癌急救，哦，你有吃荷尔蒙，会让它长得更快，哦，所以你老乳癌啊，阿别发现你去吃荷尔蒙，更早发现也不一定啊，阿对，这个来就看得清，你再看到嘛吼，阿你话咧就讲。跟荷尔蒙相关的癌症，通常愈后，喏，较好，哦，像阿爸我呢，迄少年啊，少年啊，二十几岁、三十几岁，迄种子宫硬化，大部分是跟荷尔蒙有关，就是慢慢的这种，啊，子宫回已经造出来，已经造出来这里啊，卵巢做了，你个了，拢有，哦，拢有点喝，哦，所以。荷尔蒙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可怕啦、啊、哦，可怕的是我们的心啊。哎，他的提供该怎么做，需要怎么做，那个叫外者。按照咱这边说，产业知识一者啊，那卖家己做医生啊，那那卖家己制作主张啊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咱不是专门的人，大家会去研究那个医疗的信息啊。哦，小老外。哦，做过去就是摆平啦，啊，就变好。哦，嗯，我今日就来，唔知大家听有无啦吼，我只有。礼拜二，你先来提灯哈。好，安，这几个给黄主任，谢谢。